我们总是能遇到各种各样的男生，他们有的温柔体贴，有的阳光充满正能量，有的则是不懂变通毫无情趣，有的却花心肠子还死缠烂打。面对不同的人，每个女生态度也不一样，能接受的事情也不一样。那么十二生肖中有哪些生肖男的样子能把别人气死？生肖牛男，坚持真理的样子，属牛男认死理的样子，有时候很可爱，有时候又特别让人气愤。当遇到不公平事情的时候，他们挺身而出的样子特别帅气，可当遇到他们的女朋友跟他们吵架这种情况时，憨厚的属牛男不懂得变通，非要讲道理，这个样子对生气的女友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，可又毫无办法，要把人活活气死。生肖虎男，大男子主义的样子，